园区他们有很多的教育性，比方说他们的农地，他们用了很多不同的农法，然后有很多土门啊，然后什么厚土啊，然后有很多的生态啊，什么用了很多不同的农法，然后做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，所以他就可以信手拈来。哦，这边有什么东西，这边有什么东西，他的教育性很够。对，这是我们印象最深刻。谢谢。